下哦，这边是放地板门。然后这边放水桶，然后按钮好了，不，很小，那上来这里。那这个就是水倒下去，牛会往上冲，往上冲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一个木栅栏，木栅栏。大概除了苦力怕以外会没事啊，其他睡觉。这个还先不要用好了。算了，为了我们的领地安全，好忙哦啊！我要做控制杆啊！啊，有没有鹅卵石啊？啊，有没有木棒啊？啊！我怎么那么崩溃呀？木棒！我刚真的差点抓头哎、欸！啊，还有这个，想起来了，这个要拿。在这里，往这走。再来要引一条路给牛牛，这样子走。然后牛还没来，木栈等等再弄。控制杆放这里，按钮放这里。好。姜桶放里面，再来，酸绳，好忙哦！没办法，以前都是使唤他们帮我做事情，但是换来的就是那种便利的生活。来，过来。跟我来，
哦不，好吧，那就牵一头。还好我没有杀光他们，就是怕有意外发生。来，亚当二号，我们走，走走走，跟你喜欢的小麦哦。等一下，哇，十一点了哎，然后我的咸酥鸡还在我旁边，我还没吃半口哎。我刚想说，这只牛跳下去，没有，我是故意的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样子牛就下来了，然后我走出去，这样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我以为你上去了、欸。那你过来，你不要摔死哎、欸，拜托你，求你啦。好了，先让他们可以繁殖几只牛吧。这个好了。我知道把这改一下，这哪有在悬空的啦？可是他就在等我改啊。好了，应该有空桶了，我拿空桶。如果明天下午或是八点开台前要玩这个，要给我来看呢，这是命令。没有啦，反正就是如果没有要猎龙的话，我就是会开这个啦。如果有猎龙，就开猎龙啊。因为今天我们家 HTT 就问说，怎么今天 First C 没开台？然后我们的秀秀就说。估计是睡过头了，没错，我睡过头了。明天228，对耶，明天没有上课 ，OK 啊，那我来开。而且明天应该是上礼拜的那个。生存，轻松生存的最后一集了，应该就没有了，因为上礼拜车太多，可以剪了。因为你们如果有去看记录档的，我应该觉得说奇怪，怎么感觉就一看记录档等于在看精华一样，你们应该有感觉吧？
228是什么？我们这边的要怎么讲？行宪纪念日？不，哎、欸，是吗？台湾这边228会放假，2月28会放假。哦，对啦，我想说行宪纪念日应该是另外一个。对。哎呀，好的，我们现在有一个皮革。我们来做一本书吧，我们来召唤我们的图书馆管理员。然后讲台是这样子合，这样子合的。还怎么喝啊？啊，是要半砖吧？是吗？看一下，偷偷瞄一下。讲台，奇怪，那天才在轻松，不是轻松生存，疯狂世界喝过啊？对啦，半。钻呐、啊，哎，真的是，老人家，你撑着点啊，老人家。怎么又合反了啊？奇怪，每次不对，要书柜，皮革还有一个吧，对，啊，都拿走了，然后。哦，怎么一直材料不够啦？真是好满哦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一大堆，进去，不是，进去。我觉得这反了哎、欸，我怎么每次都可以合到另外一种的啊？哎呦，睡觉。还有谁？高炉不重要。高炉跟鱼，我现在不怎么可以卖，晚点好了。这个自建是需要，切石机需要，这个也需要。这样好了，几个人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。拜托喽！不是啊，哪用多渔夫？这渔夫已经定型了哎、欸。吃哪里的鱼桶啊？如果吃这个，我把它丢很远，有没有？做个木箱好了。
欸，有了，舒幻绿宝石，海洋祝福，请给我经验修补。而且那天洗到经验修补的时候，整个是吓，真的是吓一跳哎。然后第二次，因为有一次不见嘛，对不对？不见那一次之后，是我一直在刷那个书，刷纸，就刷一刷，刷到我就说巧克力，因为那天其实是限制语言的生存，就是我们不能汉武穿豹纹。就是限制语言嘛，然后我就想巧克力巧克力，这边暂停，快过来看。我说怎样，我说你先过来看，然后暂停，不要讲话。然后就好，一二三，录影。经验修补，凡凡你太强啦，就是这样。有时候就是录影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先把它锁起来。我便宜一块钱是不是啊？可以，这太贵了吧？哎，等一下哦，四个皮革，4×3=12，12张纸加三张，四个皮，哎，好像还好哎。25个嘛，1234。哦，没关系，经验修补现在不急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去挖土。现在先把我们的甘蔗，没有吧？那个小麦农场搞出来，需要很多很多的土，也不用很多啦，反正就是。现阶段先加减，还是我其实可以用连闪啊？啊，我没骨粉，没有。我们现在是因为没有骨粉，所以没办法用那个。那这边吧。啊，至于那个什么命名牌，就挂掉的时候用吧。不对，哇，好多要做，还是我要把附近点亮啊？点亮的话，我就可以安心钓鱼了。我是路过的观赏者，哎，你好。希望以后可以常常看到你，还在吗？然后打完路过人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。如果要开始繁殖村民，就要养一大堆羊了哎。哦，我的声音好听哦，啊，没有啦，我有时候吧，因为有时候有后置声音，就觉得很难听啊。那我把直播通知开起来，好啊。没有，你们来，你们进来我都会
打招呼我都会有看到，都会问安啊。再来是我们要做铁爆了，铁没了。啊，他有在运作吗？看一下，没有，果然没有。等一下哦，还是先把这个冲起来好了，先确保这个可以上去吗？哎、欸，不能的吗？哦，它只能这样子用哦。哦，然后就这样子跳跳跳跳跳，好，下去。再来就是我们要。这样子，其实海草也没很重要啊，可是就是想吸。嗯，好。秋要林安安，莫心央安安。不安，刚刚我还没跟你说声安安。可以用灵魂杀了，灵魂杀！啊！嗯？哦，想说奇怪，怎么还没？我是搞到自己了、啊。哼哼哼哼哼哼，哎咻，这样子。哎呦，干什么声音？后置声音是什么？哦，就是我在剪我自己的影片啊。感谢莫心央的支持，感谢你。啊，你不是说打开通知而已，怎么来赞助了？感谢你。嗯，这边敲掉。嗯，这边。这里吧。哦，再下去一个哦。哦。那这个是之后等引上来之后，我要在这里面放灵魂沙，啊，下面那个水流就放弃掉了，这个柱子就不用了。哦，感谢哦，感谢你。因为可能笑的声音太夸张太白痴，所以有时候后置自己的声音很难过，很难后置。得得得得得得，哎，怎么那么可怜在这里？种太近的缺点是你树都要砍光光，不然叶子不会掉啊。你就是被笑声吸引，屁，不是好吗？不是啊，笑声更吸引人的不就是哈记吗？可是我觉得我感冒的声音会比较好听，可是生日影片那个时候我的麦克风还没换，所以声音还是以前那个麦克风很烂的时候的声音。对不起，我想的太美了。
欸，不对，其实可以换经验修补欸。我的弓箭可以用经验修补啊，只是我没铁针啊，一样。伐木场再改，稍微改一下，不然想说只是来想说稍微砍一棵树而已，就要全部砍完，好累哦。哎、欸，其实也不用啊，如果我没有缺树苗的话，我不用全部砍完。但基于强迫症，再加上处女座。我砍，不考虑附一把弓或箭吗？弓箭不用啊，我为了钓命名牌钓到一把那个火焰强力士。那剑的话，晚点吧，因为目前没什么在打怪，所以还 OK。所以我现在缺的是铁针啊，缺铁啊，这个这把。然后你刚刚进来前呢、啊，我就是刷到了这个修补。那其他就都还好，这也是刷钱用的，就都还好。哎、欸、咻！呼 ！DI 是什么？迪斯科吗？哎、欸，他好可怜哦！我要修你吗？不要！现在缺铁。哎、欸，一组多的铁就用这样用光了哎、欸，要下去了。我们继续养啊，这边有甘草魂吗？没有，变成面包了啊！面包拿走。好东西啊，刷一下就刷到了，棒！想救他，只是他在这边感觉也不错啊。我看一下、喔，我要怎么搞？我填要种哪里嘞？填，我只是想说稍微盖一下而已，没有想要太大。哎、欸，那一二三四 ，OK， 这样子。
现在在做啥？小麦田，人工小麦田。等之后股份多，再来盖那种红石连伞的小麦。那我好纳闷啊，这样子也很像锄头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行做？这木棒还不一样，哦、白痴哦。带翔宇安安，原来如此。不过不做个鱼塘之类的吗？可以进去游泳的那种。为什么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质疑你，我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要游泳干嘛？没有，我不是很凶的口气，我只是好奇想问为什么，只是单纯问为什么，为什么要这样改啊？竟然爆了！那我刚刚还把它分解掉，傻眼。